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双方球队入场，依然是百分之百自信。杨明，我来了。你带着这上来干嘛呀？扣自己脑袋上。我今天呢，就把我们队啊，就是打你们的战术图，让你学习学习。打开看一下。厚啊！那你打开看一下，打。一张白纸，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呀？一张白纸。打你们根本不用战术，随机都可以，是不是各位？很有分量。哎呦，哎呦，哦。我呢，在比赛开始前想请杨明指导吃酸汤鱼火锅，而在比赛开始之后，我的球员们将会请杨明指导的球队吃火锅。这段词背多长时间？半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当霍指导来了之后，杨指导确实非常的轻松快乐，活泼了许多。哎，就感觉两人一敌一友，哎，有一种说不出的默契。对，一个是他的到来，一个是层次的差距，一个是联赛对吧第一，一个是倒数，所以长久下来形成了这种心理感觉，就是非常放松。我觉得啊，他永远是我心中的白月光，但是呢，可惜今天晚上没有月亮，因为我们要比赛，所以呢，他会比较暗淡一些。那么大一个在那儿挂着呢，你这睁眼说瞎话，你这。好，准备走了。嗯哼。哎呦我去！当时我寻思哪个种地的来了。你觉得三分车开的好？嗯，好啊，苏醒三分车开的好不好谈不上吧，但是挺稳，老司机。大家也看到了，有新的教练加入，我们俩也将分别带队完成这一赛段的比赛。我们有相近的年龄，也有这个相似的经历。那么当然，在履历的辉煌程度上有差距，那么颜值的这个差距可能更大。杨指导总是说实话啊，所以你对孙斌有哪些了解呢？第一个，啊，我觉得对于、你每次发言别像领导是一二三四的，你能不能直接说重点？第一、第二的，我就说两点。如果我看好你们和带领你们的球队，我们一定会百战不殆。用 English 讲就是 100 battle no die， 呵 ，no die no die no die。听完霍尔岛的发言，是不是一身冷汗？他选那一个赛季同曦队是倒数第一，所以让他选中，大家这个都得合计合计，想一想。这是吐槽大会，这不是灌篮。对。你跟那边，你那个队的，哎，咋全是外线了？我们拿球吗？你是做他的，做他的。来，走，挂一个，走。一进攻，我是防你的。好，来，对，哎，好，走，不回家，这，先打拆，快速攻击 ，OK， 好，第一个跟他走下线穿了，对，再来第二个，对。我是防你的，你别老打我，你打他那人家，对，走。没有，这，你干嘛去？你别老在这个位置打拆，高一点。好。你老给这，你给谁打拆？老给这人，哎，挂一下。我挂一下到这儿，主动点，一拿球，走。这个你下树空间也多，大家空间都很好。OK。你在这儿，你给谁打拆？你在这儿，防你的人在这儿，俩人就给你俩人包了，在家这边帮着协防，这边帮着协防一点，你得积极一点，你不要站这儿，哎，来，你要甩开你的防守人，步步过去，他跟不上，他一突破，他才有空间，拉链嘛，啊，他出来，这，在这个位置就行了，哦，不要跟他一条平行线 ，OK， 好，来，三角啊。对，走，慢了啊，举着拍，再来
OK。哎，人家挡拆的时候，你不要在中间挡住人家行进路线。人家挡拆走，你在中间要什么位？你要位要深一点，要不就到那一侧做好挡拆，不要往行进路上去走。哎，你为什么不防呢？完了放进去打这下手球啊？什么臭毛病这是？哎，刘毅，你上，把爵士棒换了。什么臭毛病？运球往脚底下放。啊，防突破，先给人放过去，把打下手球，你是你该干的事吗？啊！美国基本上所有球员都是 NBA 履历，塞尔维亚，约基奇、博格丹诺维奇，包括一众欧冠的一些主要球员，这种欧洲风格。第四可能澳大利亚吧，也是 NBA 球员居多，非常凶狠的澳式篮球风格。哎，不对，我准备把澳大利亚踢出法国。对，文班亚马和戈贝尔这一套组合也是非常非常凶悍的。我其实特别不擅长啊，因为我经常毒奶别人，而且呢，往往我预测的都是反向预测。但是我觉得美国队进前四肯定跑不了吧。另外呢，我特别看好拥有约基奇约老师的塞尔维亚，他们的这种典型欧洲打法，再加上内线有约基奇的助阵，他们会非常有实力冲击奖牌。另外还有一支球队大家不要忽视的，就是东道主法国队，文班亚马和戈贝尔组成的双塔内线会给所有的世界强队予以重拳打击，你同意吗？我确实不太熟悉这个阵容会怎么样，换人调整还是 你多来帮忙。看看时间，再给到身后一秒，打板就五号。哎呦，时间看表。高指导在场上对着专家阵说话了，然后杨指导就坐下了。有指导在场上就不用我说什么了。哎呀，我吓死我了，我的妈呀！今天这场比赛我属于一个躺赢的状态，为什么呢？其实我对不起这个除了广东沙溪以及李海峰之外其他的几位兄弟，因为不想破坏了这个球队的化学反应，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打满全场甚至加时赛，这是对其他的几位球员表示抱歉。但同时我也恭喜你们顺着这个赢球的大势也能进入到这个下一阶段的比赛，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今天晚上吴俊队他们是站着输的，拼光了弹夹里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是，对，我是躺着赢的。确实三分球这一点有些时候并不是说想投就能投进。多少有点凡尔赛，说实话。但是我就觉得这确实蒙进了啊，就是蒙蒙的，运气好，运气好。能忍吗？就这种我忍不了，就这发言。这个主要是确实发挥好，能力强，或者到这个点石成金，这么准我没看出来之前。